哦啊，这是我送的礼物。我已经到新的境界了。好，那我们是八三幺，欢迎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李克。谢谢。你需要我吗？还有哪一些乐器需要我呢？八三幺每年都会交换礼物，那交换礼物有一个重点，就要跟今年的十二生肖有关系。对，你知道每次 YouTuber 或是艺人他们拍交换礼物都哇靠，什么精品啊？对啊。八三幺一直以来历年就是说，我们交换礼物就是要有一个烂的感觉。你们是乞丐版的，创意比较重要，需要创意。那时候在挑礼物的时候，我就在家里这样看了一下，哪个东西是不要的。最重要就是心意，然后一年开始嘛，大家要笑一下。那照往常呢？通常就是一个人抽一个，让大家介绍一下自己的礼物，不要讲什么，就可以介绍。我就简单说，我的礼物一定是这所有东西中最好。我们的冰箱还清出来给阿虎放礼物，他们这个冰雕完了明天就化掉。对，就既然我是最好，我就先抽吧。计较，我觉得你一定会抽到我的，我一定够乐色。就先说，我最不想抽到霸天小菊，可是霸天是这个哎，爱马仕，光拿到这个实在，霸天的礼物可能只代比礼物还贵。对，抽到我最不想抽到的小菊。哎呀！基本上小菊东西绝对是乐事。对，刚才我们在介绍的时候，我们大家就一直想说啊，买什么礼物？然后小菊不讲话，他的礼物一定是被我们抢的。听我说明一下，其实我的这个礼物呢，它其实是一个心理测验，听起来好痛苦啦。对啊，打开之后你就会发现说，哎，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它可以评判你的个性。这是什么？木须龙啊！觉得小菊不会是最烂的，这个还可以。哪里还可以啊？一点用处都没有。木须龙可以啊，放在你的这玩具。看。抽到木须龙代表什么？代表他爱木须龙。我觉得这个有创意，还有点创意的份上。新的一年告诉我们，就是繁华龙喜房，龙喜房，不要就在意那些虚名，在意那些浮名。你是认真的吗？脚踏实地啊！我觉得蛮好笑的，好屌哦，爱木须龙，还好蛮酷的。你要带回家放什么？不然阿店的乐，不是阿店玩具吗？在这边啊，我跟你讲。下一个是小菊来抽，我想抽你。会怕，因为尼克家里感觉就是随便拿都是好东西。发现就是每一次来我们的好朋友，他们都会很心虚，对，因为他们发现来这个节目啊，其实是一面镜子，我们都会看到他的真正的样子。就比如说今天这个人真的很糟糕，他就是很糟糕，真的，哎呦天哪，我的，那先暂停了，我上去买个礼物了。同事看到我的礼物就说这个他想要哦，真的假的？所以小菊你不想要的话，才拿去给公司，至少有人要。你看阿虎的木须龙也只能放在阿店的对嘛玩具堆里面，还说很有创意，结果不是不拿回家。真的好不错哎，其实我觉得马克不错，算用心的，算用心的，而且你可以跟说是在哪里，就直接用购物袋。可惜小菊是不会做菜的，我家的电锅没有这么大，我就要买一个大的电锅。小菊，你这要升级一下，我要值得，你的大汤锅也可以升。那我去楼上买个小笼包，蒸笼我很喜欢。等一下，蒸笼跟这个我觉得这个比较好，蒸笼比较难用啊，使用度比较低啊，毕竟我们几个。不是厨师，它少一点情趣的成分。其实有些礼物就是饥饿，好像有功能，但是拿回家是用不到，而且要占空间。好，那下次你去买小红包，你跟师傅说，我有自备的。那我要来抽出我的礼物了。要不是霸天的那个同事会回收，我觉得爱马仕代表。哎呦，太棒了！一个在满头汗，他怕观众看他流汗的样子。请露出你的底牌，我可以露出底裤吗？底裤的话，我觉得不错啊。请露出你的底牌。这个东西听起来蛮虚的，对，你说的蛮准的，我说蛮准的。你化妆做太好，所以里面有点烂。有东西吗？这个是虚线吗？这是我送的礼物，龙凤胶囊。你搞错吧？什么都没有。我们第一次画有来宾，没送东西哦。其实每一年来宾都蛮屌 ，Fred 送一颗砖，我想说已经够烂，我已经到新的境界了。等等，我还是要准备礼物啦。哦，还是准备礼物。那我不想要有花吗？这效果，我差点要主客气，恭喜你，没有到，你做好了，第一集啊，这个屌，第一集啊，我看看。那个鸟三明老师呢，发光发热的开始啊，日文正宗正版的，哇塞！刚才那个只是个效果啊，因为礼物是我这几年拿到最好的一个，谢谢。啊，你看能不能之后再转卖给我，因为我家少一本，他少一本，然后我为了一本，然后去买一整册也划不来啊。等等他的时候，再给你买好不好？不是，我刚本来想说。
这个礼物太不屌了，我的完全输掉了，不要还回去，不要再还了，不用还了，不要。我知道你这个礼物叫做龙头力量。说实在的，我刚刚是真的是拿出底牌，因为我原本是放在包包，没打算送。我想说你们会不会这件事情，哎，送龙骨这件事情就过关了？对啊，真的，你这本送给我，你那一套完全就变成没有价，我那套就贱价。不然我等我卖出之后，我再跟你们合并，然后我再把。钱分成42/1给我的爹爹，象征那个龙年是一个好的开始。好的，好的。祝831哈那个龙巡演成功啊！哎呀，谢谢。所以现在剩三支签，三支签是你、我还有啊，先你哥抽，那个抽，我的是烂东西哦。来，抽一下。又不愿抽到你，不要抽阿虎的哦，因为这样我跟他互送了，我不想拿到他的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健哥啊，最实用的啦，在场所有人都适用。那会有人想要吗？一定要啊！真的吗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！你拿到你回去，你第一个就想用它。我也是那个，来了，出现了啊！我的天哪，神龙要出现了，要发光了，龙头啊，终于有了，太了。水龙头可以换，我不会换的。像水龙头是带水嘛，遇水则发。谢谢。今年还转大门。哎，我停水的话怎么办？啊？还我。好，现在这个是最烂。屁呀，很贵。它是304不锈钢，是不是？非常屌。而且呢，它是华顺的一个把手，这是全套的一个配件。它有一个更高级的，你还要介绍啊？你用锁。啊，太贵我就没买，我就买这种一般版的。回收也是可以有一笔钱的。我需要换哦，你要拍摄影片给我。我还请水电师傅，我这一趟不就会烂了？然后还买了一本，所以先换我是不是？这个你也可以用，真的哈，你也可以。我很想恭喜你。怎么了？你这是你的，你这是你的。我很想要恭喜你哦。霸天的。霸天历年都最烂，去年的时候送了一张宋仲基，没有，我猜他应该延续之前，这可能是龙武的照片吧。今年送过朱元璋，朱元璋今年该签了，对啊，都是这个逻辑。PPT， 铁丝一条，哎，还是铁丝，那是被公投批啊，哇塞，是不为那个，这个不会是猪的吧？没有啊，这是真的买的，哦，真的买的，然后这东西多屌，差点要你去还的，虾皮买40块。运费45，运费比那个原价还贵，恭喜你，谢谢。好烂头，我觉得很好嘛。我家没有 DVD， 但是有一个那个播放器，这是我们小时候的回忆。那你可以送小菊，因为小菊从小是从小的，我蛮期待小菊会拿到，小菊可以换。好，没事，我看一下。你想要蒸笼是不是？我觉得蒸笼比较好，要冷冻，要冷冻。这个是我看一下。是什么水饺？是一颗一颗的水饺啊，这是我们从小吃到大的东西啊。红龙鸡块，红龙鸡块，可以啊，这个不错，就想要。哎，炸锅怎么可以用？哎，赶快拼，要不然快软掉了。对啊，真的，用蒸的，用炸的，哇，用蒸的，你没去过麦当劳吗？今年礼物都还不错，很实用吧？没有，我觉得在七龙珠漫画出来之前，对，就变得温馨了。对，七龙珠那个太猛了，真太猛。等一下不要还他哦，没关系，不要还他。如果等一下跟他要回去，你就拍一个幕后花絮，就把小菊然后逼在墙角说，对，要不要还礼物？说要送你那个，我们有个小礼物要送给你，就是我们历年的那个红包袋，还有春联。好耶！我跟你讲，每一年我都会收到。对，然后今年有一个比较特别的，爱爱的新歌，爱爱的。对，然后今年比较特别有一个那个玉手，谢谢啦。那最后我们就一人一句龙年吉祥话结束吧。电哥先好了，祝大家龙腾虎跃，龙喜有力。好，对，祝大家龙飞凤舞。哇，对啊，好，2024这个。龙年祝大家幸福快乐，龙好利呀！哎呦，阿力，被我抢走了，对不对？我就知道，祝大家可以跟《与龙共舞》里面的刘德华一样赚大钱，赢家俊。不管大家的生意或者是感情，祝大家都可以 have a long run。哇 ，have a long run 啊！新年祝大家都是龙年，新年快乐哦！谢谢你哥，谢谢大家。你可以还，没有啦，没有啦，真的，还在录啦，还在录啦，我签一本，不用，我自己报，我还100，真的不要这样了，那这个环节。
不是啊，不是啊。哦，这个对对对对。哎，这啊啊，看着我们好像很专业，真的要这样。哎，还开着，还开着。我是真的要送你，真的要送的。因为一年来拿过最好。听起来心好碎啊。